我都冇諗過為自己啦。我覺得吓唔會嬲我啩。咁我覺得我今日嘅心情好似坐緊過山車咁。更多嘅我係激動，見到我啲其他 friend 咧都一個一個攞到 pass， 我都好激動，好開心咁樣。覺得我好好彩可以攞到呢個 pass。28個細路仔，有啲就跳舞好優異，有啲就唱歌好優異，有啲就係玩樂器好優異。所以咧，我哋就將佢哋分咗去3類。 我覺得睇完佢哋，即係有啲似嗰啲唱嗰啲打鼓咁叻嘅。我哋分3團，一個咧就係唱歌，一個就跳舞，一個就係 band 嘅。但係點解要分團啊？一來就因材施教啦，同埋最主要係我想佢有個 team spirit 咯，先係隊友。跟住 solo 比賽先至係戰友。我覺得呢個會令到佢哋學識好多嘢。 晋级嘅固然欣喜啦，但系落选嘅都唔使伤心，因为你哋嘅人生仲有漫漫长路噶嘛。而家我哋不如睇下分组表现先啦。呢班同学我都几中意，因为。 佢哋有一個好開心嘅心啦，肯定去學嘢嘅心。跳唱組咧，佢哋係每一個人都係好有信心啊，對自己。Hello， 我係劉子君 Esther Lau， 我而家就14歲啦。音樂方面我就識彈琴、彈吉他啦，我就有諗過跳唱嘅，因為我覺得跳唱我都應該做到嘅。 咁9歲就已經係香港藝術體操港隊嘅運動員，代表過香港出國比賽嘅。咁但係上年年尾啦，我就退咗隊，因為我知道運動員嘅生命係短嘅，同埋我都想喺演藝方面度發展。咁我知道做 artist 啦係都幾辛苦嘅，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容易啦。咁我覺得我自己都應付到嘅。 大家好，我係 Charlotte， 我今年12歲。喺3歲嘅時候，我就開始學跳舞。喺4歲嘅時候咧，就偶然有個機會同咗幾位導師去代表香港參加韓國比賽啦。我幾中意佢嘅，佢嗰個主動性，即係年紀雖然細，但係估唔到佢有呢個自己嘅 charm， 我覺得有佢 charm 咯佢。16夜，力在四射，漫月步步飛射。 希望我嘅隊員同埋其他嘅學員啦，都可以一齊加油做到最好。Hello， 我係冼逸如，你可以叫我 Jasmine。我中意唱歌、跳舞同埋畫畫。我大約2年前喺紅館嗰度做林子祥演唱會，係好慶幸可以做到湖南嘅細個。 Jasmine 咧，佢有跟開 Sunny 老師啦，咁我自己都有睇過佢跳舞咧，佢的確係好擅長跳舞嘅，即係我會覺得佢入跳唱組係最適合嘅。Hello， 大家好，我係梁曉玲啦。大家可以叫我希莉啦。我今年14歲啦。咁我自己係一個比較搞笑嘅，但係又可以好認真嘅人。我對於做功課啊、學業啊或者上台表演都會比較認真嘅。5、6、7、8，我比較擅長教人啦。我教人嗰時候唔會好容易敏準啦，即係由細到大媽咪陪我哋畫國畫啦、彈古箏啦、彈鋼琴啦、吹長笛，其實係冇乜直頭好似冇俾過你學唱歌娛樂呢一 part 咧，如果可以令到你健康開心啲咧，我又覺得好值得噶咯。所以我好支持佢。 大家好，我系伍子瑜 Tate， 今年13歲。对于唔识嘅人咧，我就比较怕丑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熟悉咗我之后咧，我就比较都好开啦，同埋好多嘢讲嘅。阿 Tate 咧，你做咩笑啊？我咪叫我咩啊？唔系叫我啊？哦，呢个之后再讲。我以为系自信嘅微笑嚟噶。<笑>我对自己冇乜自信嘅，系啊，就系咁。系咪好跳到我？系，而家到你哋啦。 一个跳啊！系啊，一个跳，系啊。Hello， 大家好，我系梁建之 Crystal， 今年14歲。我好中意唱歌啦，亦都好中意跳舞，自己就比较擅长一啲型格啲嘅歌。It's not about money, money, money. We don't need your money, money, money. We just want to make the world dance. Forget about the price tag. Ain't about a.
butterfly sack。我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很喜欢笑，但也是很感性的，时常都会喊。Crystal。我很开心，我很多谢我的队友。之后我也想可以在这个比赛尝试更多，希望给大家看到我在这个比赛里面进步。